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型催眠节目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，看三国杀就看 BBD，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了。喜欢本节目的朋友记得一键三连哦，有条件的朋友充电挂一下粉丝小白牌，谢谢你们的关心和支持，你们的支持就是视频前进的最大动力啊。金风荡初节，玉露凋晚林，此夕穷途事，玉桃伤寸心。钟一声哨响，又到了愉快的国战睡觉时间了啊。咱们不多说废话，马上发车。先看第一局，今天应该还是一个国家一个，看看先是哪个国家率先登场了。主视角玩家叫悲剧的雨，哦，有蜀国有吴国，都是女人啊，女人很多，最终决定还是两个女人好啊，双飞比单飞好是吗？母女组合，母女那就刺激了，这过牌量大呀，是吧？好，一号位要不要守亮？没有，作为一个绿皮表示很低调。好，留闪闪酒，暗防大嘴是吧？外面有技能，你们猜猜看，越近吧？那防大嘴，但防不住祝融，反正先防大嘴吧。哎，这个三号叫玄歌清绝，这个ID怎么这么熟悉啊？感觉二号是越近吧？二号接触阶段没技能，看看有没有大嘴。这边这个人也是铜甲一装，俺也防大嘴。动作就是要这样快，动作挺快的。我还没说话呢，你就动作出发出去了是吧？看一眼，看啥看呀？三学武将拿刀来试。好，看到队友了是吧？那你们为国开团吧，加油吧。捅一刀，再看一眼七号，乐不思蜀，全是你的人。哎呀，好家伙的，六号七号全是你的人是吧？行，那为国开两盘就开吧。张秀啊，他不想乐是吧？虽然吴国泰卖卖血倒不是不行，对吧？毕竟要忽悠装备的。弄到一个张秀，很烦，火锅味的老二。好，还开硬刚是吧？啊，曹子多反正要开奇策，无所屌位。左慈来了，不会真的是左慈袁绍吧？好，疯狂的射吸。总之说我吸魂，曹操说我吸牌，都是吸，反正怎么说，聚首牌都是防御牌，闪不想变，但问题是你不变个卖血的，你真的能活下去吗？好，反手一个乐，又乐给张辽，还好不是袁绍，孔融倒还好，收张辽能不能收到。四号表示很气愤，说你为我打我是吧？你看看，饿我，你看看前面这些人凶神恶煞，置你们于死地。保队友，好，他不吸了，发二张是吗？将五感凝到万箭啊，硬打暗将。夏侯惇出来当小丑，刚烈孔融。我又有何惧？你这不是搞笑？哎呦，数马超又难瞒。你是要把暗将射烂是吗？何必呢？这有什么射的呀？留着呀，留着魂啊！万一暗将是蜀是吴，你后续再用啊！这着急个啥？那咱们肯定忽悠忽悠装备，找找桃子呀！找不到桃子就睡夏侯惇呀！夏侯惇长得帅呀，只能睡夏侯惇了，其他人都不配睡，德不配位。好，继续留闪九。夏侯惇是越近吧？你要睡你，你就不好意思了吧？左慈托管，托管咋了嘛？虽然是三个位，但是也不能睡你们群啊。好，摁托管，那你托吧，你托谁鸟你？你看假装托管，给牌倒是给的挺积极的啊。糊弄鬼是吧？没搁这硬搓，总假装托管，谁信？这四号叫吴俊萧成人，这个 ID 好像也见过。他把是我不是位，我把乐拆了。嗯，那他
是什么呢？啊，他是王平，他说你要是数赶紧亮，他说我不但是王平，我还是老沙。嗯，老马肯定不敢看，有张秀，没张秀是包开的。动作，你让他气肯定气不了的。好，由于睡了夏侯惇，所以那肯定不偷的呀，都睡我们了，甭管睡的是弱的还是强的，疯狂的给他喂食，为何？这是何故啊？他不敢刚，不敢刚夏侯惇。荀攸这货老是不变，手里捏着牌，你不变，你拿曹仁怎么赢啊？还翻面了，你这肯定不能翻的呀！你是荀攸哎。听君借言，取威王。决斗张辽未遂啊！说张辽，你留的是闪，回合内打自己两血是吧？你棒棒的啊！华佗来了，还好有华佗。他想拆了按键，按键打攻击，我按键还打不了啥攻，很弱。最后咋的？看什么？有魏国魂了是吧？就开始乱刚了，这有什么好刚了？就一下，别乱刚，真别乱刚！你刚他干什么呀？来去无踪。这个左慈就属于那种不会玩左慈，就是有魂都必须得赶紧用了。来去无踪。无魂硬要搓死孙亚香。那咱们还好有口酒啊。选择失去一点体力啊！他说：“孙尚香，你睡魏国，看你不爽。我当时托管就是对你示威的。一个老妖怪总不能睡你啊，那不可能。好，没打死，没打死，咱们就机会原地复活，来吧，换。然后再过，不行就再睡夏侯惇。铁锁先不要用了啊，一会儿可能要打输出。有方天是吧？先换，看看到里面谁。”差不多了，只能杀张秀，就杀张秀吧。收了曹操，先睡你夏侯惇，再收曹操，意思是别救了。你不会要救吧？你也不像有魏魂那样子，你要有魏魂，你早收了，还轮到他收？你怕不是想太多？这母女组合爆发力还是强啊！这一血零牌，你原地起爆。他这个换装备还是很厉害的。但是国战确实是你一次换三个装备是摸两张牌，他因为他不能弄成什么一次换三个装备摸六张，那是太离谱了。这明天三哥收个人头给收主视角，决定去搞沙漠哥了是吧？决定让魏国和群雄斗。好，现在他们好像拿这个主视角没什么问题，这玉玺赶紧拆了吧。这玉玺你们现在赶紧拆了吧，一劳永逸。冰柱笑不笑他？不笑。这夏侯惇被睡饱了，沙漠哥肯定要奔咱们来了。但是他单沙漠哥说实话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香香吴国泰。香香吴国泰这个能力比单沙漠哥要厉害，恕我直言。好，他决定跟群站在一起杀魏。咱们就跟群一伙，这种其实都不用打无懈，他就一个魂，其实没必要打无懈，是我不打的。他一个魂他动也打不死你，你手里而且还有口酒，这货无魂好多啊，就盯着咱们搓硬搓，但只要你搓不死就没用。不是你该消华佗的时候不消，你跑去消他干什么？你这不闲得蛋疼。我也是醉了，狮子他不想给，他先换了，勒住老沙。看我的厉害，那这回合就不睡了呗。有华佗，你只能先打华佗呀，你不能去打左慈呀。夏侯惇又销声匿迹了，没得动。那他现在就拆魏拆吴啊，不要拆蜀了，蜀至少没打你们吧。无双上将，万军取手啊，没有合适的黑桃不拆，八卦阵不舍得啊，直接卖血，表示我反着华佗，我这些都不舍得扔。那荀攸肯定打群了呀，赶紧反正搞一搞这个华佗。搞起来，
杀祖祠就不要杀了，这祖祠还不卖血，趁着有华佗赶紧卖一半吧，不然一会儿就没机会了，华佗死了你再想卖都来不及了，真的。好，导演忽悠过来啊，远张进攻，那你这相向无害，这下爽了呀，只能说舔魏国舔的爽啊。魏国呢也没有什么厉害，这越进夏侯惇就不说了，肯定不厉害。荀攸呢一直也没有去变身，其实他早就应该去变身，他不变九鱼牌好，可能九的牌好，然后还翻面，你不变你这魏国靠谁赢啊，哥呀，九杀打华佗，好，现在南蛮恐吓啊，刚不刚，刚刚不刚的无所谓，他说曾经睡过的觉啊，今早就忘了。妙手回春，他们用这个名牌，他想看一下荀攸的牌，一看荀攸把荀攸宰了也行，主公偷窥一下荀攸的牌，宰了荀攸以后突然之间出弩了，哈哈哈哈，可能要一波了。这局独苗算上将吴国泰可是真爽啊，其实有些绿皮强将他反而希望独苗，爆发力还是强啊，单香香一般是不行的，香香配合上这些能搞装备的还是挺厉害的。这局场风也确实不错，主视角也没有落到任何嘲讽啊，控制也不错，该杀老杀的时候杀老杀，该约夏侯惇的炮约下，呵呵，好，把这个老杀宰了，跟这个约进夏侯惇，你看跟你活到最后嘛，对吧，就一直睡你就是为了跟你活到最后，你也确实活到最后了，他打不了了，那夏侯惇怎么打，越进还被克，那也消不了，把这个减一马顺了吧，把减一马顺了，贼稳，对，不用连弩了，你就正常打就行了，九杀他应该会闪了吧，九杀他应该会闪的，这应该没什么玩了，可以举白旗了，哥你愿意玩就玩，因为你就算压了算下去瞎了血也没用，他可以睡你，他打了你的，打掉你的血睡你，他怎么都能苟住，就拖的时间越长他过牌能力越强，好，对着剑也来了，这没法打的，恕我直言，投了吧，嗯，对，这是真是没机会，身体要紧，夫君身体要紧，确实全场唯一夫君，唯一指定夫君夏侯惇没毛病，一点毛病没有啊，好，咱们准备看下一局，下一局又是哪个国家呢，主视角玩的叫万万好好，哦，这应该是个没见过的 ID 啊，张角何太后，嗯，有闪啊，没闪，有八卦阵你还行吧，一号位有八卦阵就可以了，你毕竟一号呀，你可以挂起来啊，你又不是八号，八号就不要这个牌了，刷基本了，毕竟是一号，火攻丢了呗，你没必要看他们，没闪，黑桃倒是挺多的，橘子满堂拿了方天画戟并没有浪啊，不像魏国风采，魏国拿方天画戟不浪一手吗，哎呦哎呦，这接刀可能要方天了，看指谁啊，不指，这人好低调啊，啊怎么指到孙膑了，啊全指了，我还说你好低调啊，孙膑非要出来激昂，没必要啊，你激什么昂啊，前面包有人闪呢，但他就要激昂，左思没接到刀也并不想去打二，行吧，这个金芒圣光怎么说，就是我说啥我就挂装备过了呀，我能说啥，好，有老沙忍不住了，有刀控制不住，好，还要摸四距离的，我来帮你过牌吧，你有没有张飞，好，开始南蛮找一下定位，说魏国敢出来吗，魏国属魏敢出来吗，不知道，说不定有人出来呢，那不怕死的人多了，打不灭，
当然他们可能有杀或者有诬陷，你假装无事发生让你打名将，好，他说我就打名将，我送孙膑觉醒，还没烧中，一推牌没烧中孙膑，把朱雀羽扇脱了吧，还不脱，还换个三金刀，哦，还要送孙膑觉醒，意思孙膑你帮我脱刀。那孙膑为什么要把你脱刀啊？铁锁连环，哎呦，这是鼠还是群呢？我感觉更像鼠一点吧，但是你打到阿莱斯特了，你麻烦大了。铁道里群他没必要去惹孙膑，因为这边沙漠很强，孙膑肯定报复蜀国，他没必要，我觉得是群，还是蜀的可能性更高一点吧，小概率是群吧。远交直接无懈不让啊，眼神再无懈，那你别用锦囊了，再用锦囊摸三了。唉，火攻丢了，一个火攻有什么好打的呀？你还要九火杀，至于吗？九留着保命不行吗？你看你这个牌酒留着桃不吃火攻不打不香吗？让人家卧龙又过三，菜对吧，是不是菜？你吸血鬼来了，吸血鬼真骚，这里避开轨道容易暴露，坏了，暴露了、关键是你开了你也不会去改啊，暴露自己不好。好，怒吸孙膑啊！是不是说别吸了，别吸了，你都满管了，满血了。战如雄虎，这孙膑呢，当然也不会玩。哎呀，这就很难打了呀！南蛮入侵，开个南蛮，表示虞姬死了我就吸血，死不了拉倒。我最难受，死了就七乱是吧？死不了那你就操作，把三金刀拆了。没必要吧，拆手牌呀，他被翻面了呀，曹丕出来给他翻了，拆他手牌呀，他那老过三啊，你只要控制住他就过，根本过不了三的呀。这三金刀拆了，我真的我也是醉了，帮倒忙是吧？干魏延，干魏延，干他，因为疑似三个鼠了，魏肯定不管了，魏没做大，这也不是魏。对，无懈留个杀吧，杀就没什么意义了。曹丕说我先看看戏，我看不懂这个曹丕是个魏，也没抢手量，且听我最后一言，你好能拆呀，我说实话你要给那个沙漠特回弯弄个三距离的刀，你给他拆了，不拆他难受死了。好，那要四，那四应该不是鼠了，四是鼠那应该拆四，就搞四去了，就没必要去搞这个魏延。好，把咱们八卦阵拆了。你拆咱们八卦阵干什么呀？咱们是打鼠的呀，三血不卖打鼠，你看非魏非鼠，那至少有一半概率是你队友吧？没必要吧？就算是无，说实话你也没必要拆了八卦阵，真没必要，还没到那个时候。毕竟现在鼠更大，所以这八卦阵你拆了就没意义，你肯定拆沙漠哥哥去了。你不要心存什么幻想，大丈夫要有所作为。那这种货色呢是群，吃个桃根本压根不想保你，你一血虞姬可能 AOE 就死了。好，他说管你血太厚，我打魏延还是得了，打魏延好，那亮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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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亮吧，亮了以后砸他脚底板，拆八卦，拆，不亮不是只能是鼠吗？就反正你不亮你就糊弄鬼呗，你可以糊弄鬼。好，硬毒反正有换无所了位，能收也收不收也不亏。你这让沙漠科过了个二排，这个孙膑和虞姬怎么就根本都没见过沙漠是吧？干啥呢？好，杀不动虞姬，所以白嫖孙膑。这沙漠科倒真是人才，确实孙膁也人才，真能戏。但是他杀孙膁的最主要目的还是吸血，杀这边吸不了血，不用看了呀，那肯定是鼠了呀。除非他是马腾袁绍，他不亮，
这不可能。前面我也分析过了。统帅三军怎能不识变数？统帅三军怎能不识变数？好，这里并不想杀刘备，刘备能吸血，保持守白后路线，让闪可以更容易留住。哎呀，这只能说从人数数量上是三个群，但问题是那是沙漠七张牌，我觉得曹丕你有时候想太多，而且六你也没分析他很可能是鼠，这是个菜鸟，不是就你作为邹氏就必须杀周泰吗？不是，周泰是肯定打鼠的呀，你怎么可能把周泰给闷死呀？就必须啊、哎，有技能就必须发动，不闷个周泰就不开心是吧？这脚就开始砸，你把他打死，沙漠出来，你都死了。又换了怎么样？随便找个铁锁一捆，烧自己或者烧谁的。你要提前跟做主哦。你看，还要坑曹丕，啊，把周泰坑死，然后再去坑曹丕。当然，曹丕他自己也没分析，曹丕他自己也有责任。但周泰虽然他不会玩，但他至少，他至少是在打鼠吧。啊，这里赶紧利用毒蛆压他血线，而且顺便破坏他的这个吉离排序。这里怕被烧死，疯狂的换，这换基本都浪费了，后面还得换。这不扯淡吗？我就觉得，真的貂蝉就纯扯淡。这真的是让蜀国赢，就送是吧？然后他再烧两下，把你貂蝉把曹丕烧死，你就打又得一打三了。真的是暗送，搞笑来了！我觉得他们都根本都不知道，首先他们根本不知道沙漠的技能，其次他们也不知道沙漠的强度，其次他们压根也没分析六号，纯搞笑。得了，曹丕也烧死，三打一。天时地，你不是你这局你看看，哎呦，我真的是。无法形容这个路人的水平啊，这水准真的太次了，咋办？凉拌呗。大哥他是张鸟你不知道吗？虽然他只有一张牌，但是当然你也可以说判断出他是张鸟，你就不信邪，你怎么可能往那儿冰呢？他冰不了一点那边。他说我能打无懈，所以我冰无所了位，那行吧，那确实行。这马神不敢动，马神赵云。我不知道沙漠哥看没看出是张角啊，当然也有可能他看出来，他就觉得你一张牌无所了位，他一张牌无所了位就是劈中你了。你们现在桃子不一定够，我跟你说，这一道雷劈中你卧龙，你很危险的。你敢杀吗？他肯定不敢，呵呵，他不敢的。这牌不动了，动了沙漠哥就过牌了，沙漠哥肯定有无懈，直接毒就行了，毒了留一闪一黑桃。你因为你打一个锦囊包背无懈，这里不打国差不打顺手，非常周全啊。啊，收了好多桃子，你看，就因为不信邪被劈了一下，导致沙漠哥死了，不然你说这局怎么赢？不知道怎么赢。能进能退乃真正法器，好。把赵云的牌逼光，但刘备可以给，这里可以读压血，反正他不敢杀你。但有个问题可能会断杀，果然是断杀了。我感觉应该用桃喝酒开五谷找杀的，把刘备秒了的，对吧？我说有没有道理？哎呀，被马神打的这个生活不能自理，看这下能不能毒死刘备吧。毒死刘备还有机会。怪只怪你不该生有皇子，毒死了。那桃子都不能吃了，看这回合能不能压马超一血，然后回合内毒死啊。以逸待劳，只能这样了呀。坏了，这牌好烂呀，感觉要输了。等等，怎么杀中了马超？你的牌有点搞笑啊，怎么把什么
八卦小镇是吧？哎，我只能说云妹你个废物啊，能进不能退，能退不能进。杀的时候很畅快淋漓，但是自己的防御是这样拉库。好，之前决斗把他杀拼光了是吧？有点意思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局。其实上一局值得反思的东西也挺多的是吧？这局主视角玩地叫渡桥渡，这应该不是系统名字，怎么叠字儿的还？郭德纲啊，郭德纲是好久没见了，这种组合现在其实不厉害了，太白了，然后道鏖战也不厉害，所以这种组合尽量去找机会卖血去一波入局吧，或者说就有队友离点是最好的，这玩意儿跟离点刷起来效率贼高。你看砍一刀，一记忘戏四张，然后刚烈判定一张五张，然后刚烈再忘戏又两张，打一下七张牌，真有离点啊。但是他被乐了，好气啊，咱们得把离点放出来，咱们被乐就被乐吧，无所谓了。还开个敕令，你小子他队友也被乐了，咱也亮亮国家的意思就是让离点你来刷，看后面亮了一个格局吧。彗星乔斯，你看这边王平出来了，他不亮，他只能是无了呀，他不可能是任何东西，只能是无啊，也有可能是位，因为他被乐了嘛。结果人家王法来了，但是离点就非要较真儿，哎，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。你他虽然打了你乐了你，但是你后面，哎，算了，我觉得你那你就这那只能认王法宰割了。我说实话，没得完了。你说你这里又不能说打无懈把孙权放回来，放出来，你放出来他关键能感恩吗？不好说，主持人讲道义啊，就决定拆掉乐，还是明白事理的。后面王法大军就在那摆着，跟你开什么玩笑呢？对不对？桃园开了，法正离线，但是法正离不离线不关键，他是工具人。他关羽有没有距离了？关羽有距离，基本GG了。他如果没距离，那他砍国家夏侯惇，他应该是砍不了的。看起来他没距离的样子，没距离是好事。他国家夏侯惇他不可能来咆哮砍的，但毛旦说我也可以咆哮，我有距离，我有简易码，把这个二的封住红，直接把你撸死了。叫你十倍能死吧？七号喜欢藏，藏不藏的你也是死路一条。过河拆桥，不卖血绿皮儿。怎么又卖了？你装啥呢？装有啥用啊？人家王平不是，你告诉我王平亮了你不亮，你是啥？你是鼠啊？确实，这有时候路人，但是这种你就太夸张了，真的。你如果真的是鼠，没有没见过，我就见过一次，人家亮了三个鼠，没有王平，后面第四个鼠不亮。但说实话，王平亮了还真没有哪个鼠不亮的。好了，马大一顿跑，大哥别忘了，还搁这忘。不是，这离点简直了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离点你不适合打国战。你还不如，我说实话，你那回合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打到国家，你能打到国家，你就别去娱乐什么的，你就出来刷刷国家的多好，这后面王法拉军，你这怎么玩？大哥，你杀国家夏侯惇干什么呀？壮情好胆，小伤何惧？你杀吕蒙不行吗？乐不思蜀，为了贪乐，真的菜。哎，不是这个马岱也是个菜。你他喵的就老老实乐大乔，把国家夏侯惇晾着就完了。你不乐大乔，大乔又把你们乐住了，真的菜了。就为了贪这种，哎，这种真的就为了贪这种杀卖血的，你把他。
你就打了他两血，给他贴个乐又能怎么样？他用鱼存几个桃子，你下回合敢杀他吗？你不照样不敢杀他？这真的是纯占小利的便宜。制衡之术，决斗从容易。就想占这种小便宜，你占吧。说实话，这根本就不叫占便宜，这叫吃亏，这能叫占便宜吗？你看起来占了便宜，占了国家便宜，你其实占啥便宜了？我都不懂。他现在有个鱼，你打到两血，他中乐好，他存四张牌，桃子留着。你就算你下回合中，你敢打他吗？还是不敢打，下回合他又吃桃子吃满，所以这种。结果现在他别说打小乐了，他自己都被乐了，这是扯淡。好，这边腿出来了，这个弩肯定要留着的呀。你看有啥用？一点用没有。关羽运气不错，天助了。他也是需要距离的，他没距离他肯定不能啊，真有距离了，方天画戟来了，但是他不敢带咱们，坏了。他说我就是张飞，我不需要法正，对面也没什么卖血的、啊、有卖，确实有卖血的，把这个孙权秒了吗？对吧，你去理这些干什么，也不用去拿铁骑说我去秒国家侠，我都没意义，你把孙权秒了是最好的，你如果有这个能力，你杀确实挺多的，你这是运气好，你队友没乐大乔，你让你乐住，你天助了，你过分，好没了。喊什么喊？我敢杀你！好好喊喊喊喊喊！风中，你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吧？不能总那么好的运气。他说，反正说不好意思，我是 vegetable， 我蔬菜，我就是运气好。电脑也跑去占便宜去了，不杀孙权，跑去占个便宜，射个小马。不，孙权不也有马吗？你把孙权的马射了不行吗？不要乱动哦！不要乱动哦！不要乱动哦！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咱们有弩，等谁开 OE 啥的去卖一波。玉玺可真是好东西，谁人人都爱。嗯。人人都爱苏亚雷斯，本上蜀国基本上要炸裂了，他们都死光了，就剩烂庞统了。时谋善断，国士之风，一走方天画戟啊，继续蹲着这里。鱼留着防乐，万一谁一会儿乐你了。你看，自打大乔放虎归山以后，大乔就疯狂乐他们。这个桃园啊，他不想开，行吧，可以理解吧。但是他电脑他还开不开的。慧心巧思，玉貌奇。真的乐的生活不能自理了。而且现在不是乐的问题，那要挂了，你这张飞、关羽啥的，这五号位还能追追。那么多牌的你不看，你非看一张牌的是吧？制衡之术，好，他看见关羽是闪了是吧？这杀马弹啊，说法正是什么鬼？不想让主视角收，主视角说那我续的，我不收，行吗？我下回合动行吗？好，他又添堵了，他青钢剑，好家伙的。大哥，你能不能拆个乐呀？做个人吧。好，不做人。这路人真的是，就是不做人。反正你们彼此都不做人吧。好乎人性。电脑一顿，先也。可以。你，当然这局问题不在于你啊，在于马岱。在于张飞是吗？插一刀，马岱有桃的，扔桃了，让他救，你不要救，这里可以救，因为咱们要一波入局了。孙权没想到吧？啊，孙权你没想到吧？这里肯定要一波入局了，是一波入局的最好时机。只可惜咱们没到血，能有机会卖到血，多搞点那个杀比较好。
可惜了，没有预判出法阵有桃，预判出法阵有桃，自己的桃都省了。不过不关键啊，其实法阵多少血真不关键，关键是把吕范搞死。哎，来了一个火攻，因为吕范有大乔，你没有魔法输出打不死他。好，成功带走吕范，那就入局了。跟法阵单挑呗，法阵让你个桃，是吧？不是单挑，不过单挑也不能掉以轻心，说实话。因为那个就是这次毕竟两条命嘛，他可以给你肉搏嘛，这得先提前杀一道法阵，因为坏脸弩就杀不到了。你们问天吧，天下无敌。当然了，你其实没必要去贪法阵一刀，你就正常的杀一刀，用丈八杀一刀孙权，孙权死了你就不换脸弩了，不要脸弩了，有丈八更好一点，我是觉得没必要去贪法阵那一血，而且法阵大概率有闪的，我说有没有道理。好，加一拆不掉啊，跟电脑开始斗智斗勇了啊，来吧来吧，那我看你我看你能打过电脑吧，不会不敌电脑吧，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哎，电脑也不会投降，等着吧。能把他这条命打出来就基本赢了，无懈去保装备就行了。加一杀掉人，休想全身而退起来。不过你也有可能被压血的，他不敢打是吧？由于是国家夏侯惇，电脑不敢欺负，电脑也是欺软怕硬的货是吧？来吧来吧，打涅槃了，反正就没机会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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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休想全身而退。桃园不让开，其实可以让他开桃园的，不关键。这无懈还是那句话，保装备，他回一血就回一血，无所谓的。电脑不敢打这种强卖血的，那他基本无了。对，带走。汉室复兴，其实你这种将，也就是能一波入局。才是最好的，不然的话进入缠斗什么几人三人四人的鏖战，你基本上没优势了，优势丧失殆尽是吧。好，还有一局，该哪个国家了？该大蜀国了是吧。大蜀国总是压轴啊，不是小兰弟啊，我真的很菜六啊，菜就菜吧，怎么还六啊我看见塞文迪当日的组合，我就自己心里都一阵恶心，这什么，这纯恶心人的是吧，就怎么好歹也得弄你个将，反正你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，还能有如此恶心的组合。他说我不玩恶心组合，我玩流山卧龙，我阳光阳光大男孩，我直接放拳怎么了，我卧龙一亮对吧，掌控无懈，然后直接放拳。来看一看，看一看这局的主视角到底是谁，对吧，不是主视角是到底是谁，主视角肯定是他，这局的主角到底是谁。吴中马苏孟获，马苏孟获人称神曹操，大归心的。不过你这手亮三血，我觉得你马苏没必要亮，你亮个孟获三血，孟获懵懵打抢个手亮，嘲讽第一点，马术真没必要亮。你现在你也没什么装备可抢，这惹的人有点多，说实话，惹了仨，好，第四个也惹。你有多膨胀呀？一脸果断出来说：“我不怕，我云，我云万家不怕。”好，又去看第三个，说不定因为你看第三个三号位，你把三号位也惹了。好了，这惹了人有点多，一二四二三四五八全惹了，只有跟六七无关系，太可怕了。马苏孟获说，我就是这个王者，我就要王者的气息啊，我就要王者的霸气啊，百泥天下。这什么二张或者孔融，二张看见装备走不动道，尤其是貂蝉啊，不是吃醋，吃醋啊，说错了，他骑吃醋的。爱兵如子，
爱兵如子，胜来可全。一点虚晃也不打力啊，直接开吃力。那肯定开吧，看看打谁呗。好像有贾诩是吗？跟他有个独享。啊，贾诩，咱也亮，咱也亮，直接亮卧龙。别演了，可能在想吧，可能在想亮谁。亮啊，这肯定亮啊，包亮，哎呀，祝融也亮了。哟，夏侯惇也亮了，哟，赵云也亮了，好，大蜀国开团了，但这几个大蜀国真的行吧？怎么看起来这么 low 啊？一个盒都没有，蜀国三盒，沙漠科、黄英、张飞，打了个无懈，不想让他拿进攻牌，啊，不想让李典拿什么？行吧，可能打个国无懈。嗯，拿黑就行了。这么怕死吗？拿个闪没必要吧？我觉得怕别人压你的血不好放拳，行吧？觉得三个无懈够了。哎，无懈这种牌多多益善，不嫌少。故国安邦须当如是。哎，这华佗在对抗大国的时候就很弱，只能拆一个人你就弱爆了。去，你这黑桃八卦阵都拆了，这是真没黑桃啊，太匮乏了。过河拆桥，我觉得你别挂装备了吧，扔给二张吧，这时候还是要扔给二张的。杀，行吧，你就为了砍他一刀。你看来个他爸爸是刘备，你确实挺难受的，是不是啊？判个红，你说你挂还是不挂？你别挂了，真的。哎，我觉得就是，不是一个国家的，毕竟还是心存异心，从来就没有想过配合这种事。我说实话，你真得配合二张，把手牌刷起来，把装备刷起来，你不然那没机会。毕竟不是一个国家的。你的计谋被识破了。你肯定要打排插了呀，你不能你这去打一下，说实话真没啥用。这边林总虽然操作了一下，但是没看出来怎么样。好，不想看，他想把卧龙无懈全拆了，给吧，不要心存什么异心什么的。你能斩将破敌，你这几个鼠虽然看起来渣，但他们毕竟也是有点能力的吧？渣确实是渣，那坏了，这下有点恶心了。就给他各种给装备，这出杀有什么技能是吧？马神，黄忠回合还没技能呢。马神啊，那包马神了呀。南蛮入侵，你奈我。你看，我跟你说，正常的话，这南蛮下去可能要崩了。这孟获之乃神将也，他表示我不变，卧龙我肯定不变。你赵云去变吧，你另一将马超，你赵云变个别的，都比赵云强。赵云不需要，赵云你去变。好，马谡、孟获之乃神将也，一个南蛮下去，他们并不能等等。他变了一个庞头，对吧？过分了。这南蛮有点香。马谡说本来我不会给队友变将的，谢谢你的南蛮。九杀硬上祝融，祝融小人防九杀，放祝融吧，或者放马谡也行。马谡投出了期许的目光，说可以，你只小人就喜欢你这种小人，要不防不住九杀。但是还是很难打呀，话说一身神装慢慢打吧。哎，没有法正，没有法正，他是有马超呀，还有每日一围呢。你看人家可以关心出来，你瞧不起谁呢？铁锁连环捆绑，好，给安了个兽医，兽医要出事了，你要先去了，你要被华佗完杀了吗？确实，你要没有华佗，他们有桃肯定可以救你的，他们桃应该不少。这火攻也是贼酸爽啊！好，再来吧。这里把那个啊，这里
对吧？下楼哪怕是逃避，他也不敢卖。啊，你看这马苏孟获真的抢，班车哪敢乱开南蛮呀？各种抢啊！这里打输出，看看能不能打死林总。这强啊！哇，三个南蛮，这没有马苏孟获，这谁能领得了啊？而且逼着魏国还得出牌，这不没法办，没人家有智蛮，要不然抢你装备。所以这局谁才是真的主角？马苏孟获才是真的主角，神一样的男人，太强了！且看我的，快滚回去，叫你武将出来！小他。强弩了吗？这么保守？赤膊徒手，亦能斩将破敌。他用不起弩的，我觉得还是有点保守啊。他确实用不起弩，但是李典如果能忘记一大堆牌，就他就能用起了。但是你们不会把李典打死吗？对不对？你没把李典打死，但有点难打死。有华佗说，华佗太恶心了。华佗这将真的强。哎，怎么又找了火攻？这谁装的藤甲？被烤熟了。好，斗心里的收到了。他说：“我关了个桃子，我本来想吃的，一两个红桃。就别忘记了吧。救还是要救的。救还是要救的。好，该你了，马谡。你前面的表现挺好，现在你继续表现。”前面麒麟弓没必要吧，我觉得抢手牌了呀。马谡，哎呀，马谡又可以乱开 OE 了。我说实话，这个夏侯惇也不是啥卖厉害卖血，是厉害卖血他肯定不出闪的，因为你智蛮现在你拿不了装备了，你顶多就是智蛮我还省个闪，所以他肯定不是强力卖血了。这马谡在不是随便开吗？这里不用判了吧？浪费鼠标耐久度。兵法暗熟于心。马谡一轮游戏只能变一个人啊，所以不可能一直变。如果一直变太强了，或者说能变好几个队友，那就太离谱了。九山夏侯惇硬刚你啊，反正你也弱卖血。他说我确实挺弱，我荀彧还好吧？有话说，不给话说补吗？差一张牌，行吧。三人成虎，但是还是要给华佗补，砸一下。因为只有华佗桃子给你们续着命，你们才能打下去，不然你们打不下去。马腾要来了，兵粮寸断。你们上回不让人家出牌，人家这会儿的格局可以出牌了。此乃驱虎吞狼之计。驱虎。可以再来一刀，不会要带别人吧？那没必要啊。好家伙的，不好使啊！不过他没有完杀，不用怕，队友包有糖。马谡有糖，对啊，那有就有嘛，那有他就不杀了吗？或者他刚才驱虎马谡？那驱虎马谡你又打不出伤害了，你比如说你驱虎马谡打不过龙岩智蛮了，马谡不怕驱虎，拼他你看你就没反应过来，你拼他打不出伤害来呀，你拼祝融其实也是多打，虽然你拼他拼掉一个桃子，但是你那样还少打一点伤害了，对不对？你马谡打不过龙岩打不了血了，好，这边马上发力了。这把说立大功肯定是马谡孟获呀，立天功。胜乃可全。好，立点你还有一次机会，能不能起飞就看你了。我爸爸是刘备，你可识得此阵？杀他吗？我是他，我不杀他，我就杀荀彧赌了。不杀荀彧玩不了了呀，肯定杀荀彧了，赌了呀。你这杀一刀卧龙有啥用啊？首先你不一定能杀死，其次你杀死了你也不好打。这里乱舞不太可能乱，是个点一马，要个红牌。毁家纳存于方寸之还一手
接下来可能要集火这个华佗了，把华佗干掉啊！你说你个烂华佗，华佗能杀了咱们吗？你有基本牌吗？有没有？享乐确实神迹，是以后不想扔还是没有？你自己说。那可真蠢，男版没有啊，又来了。刚才这第四个男版了，四男一万件。由于马苏孟获的存在，好了，马苏孟获说：“这回我不但能治蛮队友，我还能收人头呢。”取胜千里之外，这雪克贾诩啊，本来贾诩的男版巨厉害的一个玩杀，你们打得太差了，好怪别人。经典我输了怪别人，好，这个孟获他把兵还抢。经典输了不怪我，怪你们。所以这局录像其实应该马苏孟获投稿啊，你乱舞死就死了呗，死了荀彧也死了，你不可以投了吗？你救一下荀彧又能怎么样？你也没红了，两个魏国打的啥也不是。投降还不行吗？神仙难救，神灵。不对呀、啊，这里他不救一下了吗？这里马苏最后一招打错了，不应该打伤害，可能他觉得华佗放弃了吧？你这里去打华佗要救一下的话，说不定会出点问题，虽然问也不太会出什么大问题吧。确实，这把马苏 MVP 当之无愧啊。这把应该是马苏孟获投稿，但可惜他不一定看我视频是吧？好了，今天的录像就全都放完了啊。就是感谢各位朋友收看啊，喜欢本节目朋友，觉得 UP 主不易的朋友，记得一键三连充电哦。咱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